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，那就是出家人为什么要消法？每一种宗教都有传教师，而传教师的生活形态呢，也因为各个宗教的教育不同而有所不同。佛教的教育中指出，欲望是痛苦的根源，因此呢，主张要戒除五欲。佛教的传教师，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和尚，更是过着独身的出家生活。但是为什么佛教的出家人要消法呢？让我们恭请Sheng-yen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出家人消法，对中国古代的儒家的观念来讲是违背的，所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那头发是父母生的，不可以随便把它剃掉的。所以中国人古人呢，只有囚犯呢在剃头啊，这表示他犯了法了。但是在印度的古籍，修道的人呢，为了表示啊远离五欲，要把头发剃掉。头发本身呢，是代表着庄严的，也可以说代表着爱乐的。如果不剃头发呢，可能每天呢都要花一点时间呢，要梳头咯，要整理咯，让头发看起来整整齐齐啊，漂漂亮亮啊。因此呢，头发象征了烦恼，每一根头发算是一个烦恼的话，那就是听说是三千烦恼丝。事实上我们的头发不止三千根，那除掉头发就象征着把烦恼啊去除。那么古代的印度啊，因为是一个宗教气氛呢相当浓厚的地区，宗教徒宗教师不一定要剃头的，而只有啊出家的沙门在剃头的。过出家修道生活的过程之中，他没有时间呢来整理他的头发，照顾他的头发。他非常精进用功的时候啊，这个头发是啊需要剃掉的。还有如果头发不剃掉也不照顾它，第一会变成了蓬头垢面，很不卫生。一个出家人呢要跟人间接触，向人间托钵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头发，那就是啊仪容不整了，没有礼貌的。如果要照顾头发，那每天早上起来至少要花上几分钟的时间来啊照顾它。还有呢，头发如果啊叫它长而又不照顾它，而又不清洗它，这个头发里边会什么？会长虱子，会长虫，会使得头皮啊会生病，这本身就是不卫生。因此干脆呀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把头发剃一次，剃得光光的，那每天早上起来呀连洗脸连洗头一起洗，这一把水啊一把脸呢、啊、一把就把头也洗了，脸也洗了，这好快速的，所以能够节省很多有用的时间，而且呢还不是啊那么脏兮兮乱糟糟，也不是啊那么的不卫生。因此干净利落就把头发剃掉。那在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后啊，
他第一个要做的事就要把头发剃掉，头发剪掉。头发本身呢是代表着一种抒情的牵挂或连累。我们那个头发如果说不剃掉的话，你会常常啊想到你的头发应该要怎么样照顾它，你想到个头发应该是怎么样。那如果剃了头发的时候呢，你头上的问题全部没有了。还有事实上啊，出家人因为衣服啊非常的朴素，非常的单纯，如果还有了头发也不是很好。没有头发你衣服穿得非常的单纯呐、啊，是相当的庄严的，相当的呀让人家肃然起敬。那自己呢没有牵挂，省了时间，对他人呢也少了许多的干扰，同时也能够争取其他人的信心或敬意。所以这个是呢我们佛教徒啊自己要剃发的原因。在我们这个佛法来讲啊，我并没有啊看到说修行的人如果有头发是会发生什么不好的问题。所以也有人呢出家而不剃发的，像我们近代的有一位虚云老和尚啊，他就是没有剃发哎。还有一位来果禅师呢也没有剃发哎。所以是他们这个两个人并没有把头发剃掉，还是出家人。可是我没有问过他们呢，我也没有机会问他们头发对他们是不是麻烦。但是呢以常理来讲，出家人应该是把头发剃掉的。阿弥陀佛。